带来超强的安全性及超长的循环寿命，同时呢，刀片电池的结构设计克服了传统磷酸铅锂电池能量密度低的劣势。搭载刀片电池的新能源汽车将把自燃这个词从新能源汽车的字典中彻底抹掉，同时呢，兼具长寿命、长续航里程的优势。 我们想到了，直接把电池拉长，将电池固定在电池包的边框上，让电池同时也变成结构件，直接支撑电池包的梁。从图中我们可以看到，刀片电池的电池包和传统电池包对比，电池包的空间利用率提升了 50%，就相当于原来跑400公里的车，现在可以跑600公里。